要这样。蓝色的小朋友，然后还有再切一刀。蓝色的小朋友，你再讲一次。怎么那么坏？蓝色小朋友怎么样？切什么？带着蓝色一小朋友用木头刀，这样吐他口。不切哦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大哭。没有，还有没有抢你球球？然后他抢我的球球。他怎么跟王小明一样？怎么那么糟糕啊？他住三楼的。